晚安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，我是李星云。历经昨天的一个激情之后，今天台北股市似乎表现比较保守一些，在指数的部分最后下跌了43点，收在了8300点，整数关卡，而成交量呢再一次的萎缩，缩到只剩下628亿元。那后续整个指数的一个方向，投资人该如何应对，我们就请专家告诉我们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华信投顾曾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您好。新月好，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。昨天似乎上很嗨，但今天又淡定了，那投资人到底该怎么操作呢？哇，我想昨天很嗨，嗨上来要干什么啊？今天为什么淡定啊？我待会把我们实际的操作都公诸于世啊，把我们大户筹码啊怎么样啊，从两个礼拜前破8000，带领全国投资朋友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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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上翻多操作。昨天的高点83啊，这个50附近又将近400点送给你了，又将近400点了。昨天大涨上来怎么样，在83、50附近反手短空操作啊，这都一步一脚印。好，我们不今天不是带张嘴上电视啊，啊，每天给你预告啊，预告什么？实际的操作，啊，好，我只先请问全国投资朋友，我先问你第一件事，3月份到今天有没有行情？啊，星云，3月到现在有没有行情？嗯，全国投资有没有行情？啊，星云有吗？似乎看起来有一点没有。没有啊，好，那我要跟大家报告。这个3月份到今天短短3个月，不仅有行情，而且是4倍的行情，相信吗？星云相信吗？4倍哦，你3月份跟着大户筹码，100万就是400万，200万就800万，500万就是2000万了，全国投资朋友。有没有行情？看怎么做、啊。你今天看不懂行情，你当然没有行情啊。你今天专业能力不够，当然一天到晚挨耳光啊。好，回归正传。我讲过股市怎么赚钱，怎么样赚1倍啊？啊，兄弟，现在我跟你讲，台湾做股票，我必须讲真话了。啊，现在做股票真的很难做。第一，1000多档股票。那第二，那几乎，对吧？大量的全职都被台积电、鸿海占走了，所以有时候你做多，哎，明明涨了1-2000点，你的股票没怎么涨，因为现在外资法人来，他玩全职股，所以现在股票想赚个3成、5成，赚1倍很难的啦，很难的啦。但是怎么样赚1倍啊？有没有这样的工具？有，指数，400点就1倍啊。那指数更可爱啊，啊，没有成交量大小的问题，成交量少，你每天几十万口，随便你进进出出，轻轻松松，啊，对不对？每天几十万口，随你进出，不怕这个成交量的问题，而且方向，啊，对不对？掌握向下，放空跌400点，你就赚1倍啊；掌握反弹做多，弹400点，你又赚1倍啊。那我们3月份大户筹码怎么样带着全国投资人，到昨天整整掌握了4倍的行情，100万就是400万，200万就是800万，500万就是2000万，来，大家亲眼见证，我们没有什么事后给你马后炮的啊。我讲到400点，那尤其指数的操作，关键在关键转折，你要懂得重压出手。那如何利用我们的法人力道带你掌握的是大波段的操作，大波段的获利啊，不是每天在那边啊，你看每天很多买软体的回去，每天一早啊就告诉你小多小空啊，啊今天有多有空啊，今天先多再空啊，啊明天先下再空啊，先下再上啊，啊要不然就明天的多空关键价在哪里啊，啊，下周的关键价在哪里呀？啊，每天有多有空，有上有下，你告诉我，你每天在干什么？
每天在小做小空，每天在有上有下，每天在有多有空，你从来就掌握不到一个大的方向，你掌握不到大的方向，你当然掌握不到大的行情，你当然没有大波段的操作，你当然永远没有大波段的获利嘛。因为你每天的脑袋，你的老师每天就带你在那边小多小空，你的老师的软体打开，每天箭头就是五六个，忽上又忽下，所以为什么每天都有多空关键价，又有多方关键价，又有空方关键价，每天又有什么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老师的箭头每天有上有下嘛。为什么每天小多小空啊？每天有多有空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掌握过大方向？你当然一辈子没有大方向的操作，没有大波段的操作，当然没有大波段的获利行情嘛。我们讲过，你要利用法人力道，我们的法人力道，我们的操盘工具给你的是一个专业操盘的工具，大波段的获利嘛。再来，当日冲如何帮你掌握到的是盘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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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高低转折的关键价，而不是每天盘后在那边带你在那边计算，啊，盘后在那边带你计算啊，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，那有什么用啊？盘后能下单吗？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这一波，今天全国投资朋友，麻烦你自己看一下，所有大户筹码的用户、大户筹码的会员来全国投资，一月份台指杀到7503，有没有公开跟大家报告这个地方大户筹码怎么样？由空转多，所以7500、7800、8000、8300全力做多，全国投资者，这1300点的行情，所有有大户筹码的用户，今年一月份到三月份，7500到8800这1300点的行情，全国投资者，你回答我会做错吗？啊，星云会做错吗？送分题啊，送分题啊。法人力道转多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操盘工具给你的是大波段的获利啊，不是每天有多有空，转多转空啊，每天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啊，每天都是什么多空盘前预判，7500一路多，所以从一月份、二月份7500、7800、8800、8300带领全国会员一切拉回就是多，1300点，几倍啊？400点一倍，1300点，三倍，从这到这，100万就300万，300万就900万。好，一月到三月不谈了，那三倍的行情我们已经不谈了。从三月份来到8800，跟大家报告大户筹码法人力道由多转空，有没有？就这么清楚。所以为什么三月份8800带你全力放空？第一波段崩了400多点，反弹。四月份来到8720，全力加码再空，告诉你会经过三段的下杀，有没有完全依照我们的规划？第一波段三月份空下来400点，第二阶段4月份8720全力加码再空，8700、8600全力空，两个礼拜前打到7953，又快要800点了。这就400点，是不是一倍？张老师没有跟你狂言哦，真的是一倍哦。这里破8000是反弹做多，这个都不要谈了。这里就300多点，这300多点我们不要算了。8800三月份带全国投资人，带所有全国大户筹码的会员，全力空下来400点送给你。反弹8700、8720加码再空，到上个礼拜破8000，又快要800点了。这就400点，这就800点。这就一倍，800点又是两倍，这就已经是300点、1200点的行情了。有夸张吗？每一次都跟你讲在前面，8800空400点送给你，反弹告诉你大户筹码法人力道还在空，由多转空，中空格局结构不变，所以8700最佳的空点、加码的空点又800点，这就一倍，这就两倍，这就三倍了，这就两个400点。前两个礼拜破8000，跟大家报告会进行第四波的反弹，所以空单回补，反手短多操作。我讲过第四波的反弹也是钱啊，孙中山是不懂多与空啊，会反弹我们就做多啊。从两个礼拜前的7953到今天的8345，全国投资没有，短短不到两个礼拜，到今天又快要400点了。所以三月份你大户筹码所有全国的会员亲眼做见证，
8800空下来是400点一倍，然后8700再空快800点了，这有两倍，然后破8000反手做多到今天快400点了，300多点又快4倍了，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，所以我说从3月份到今天是不是4倍的行情？是不是100万变400万？是不是200万变800万？是不是500万变2000万？没有夸张啊。那你呢？更不要讲了，这75001月份做多上来，这才3倍啊！所以你看，今年上半年已经这里3倍，这里4倍，已经帮你掌握到7倍的行情了，有做错吗？指数操作有很困难吗？啊，从7500一路做多，这1300点有很困难吗？从8800全力放空，放空，放空，打得破8000，这800点有很困难吗？兄弟，来，破8000，来，导播有没有看到？破8000，告诉你向上突破压力，酝酿反弹，这400点，这2个礼拜400点有很困难吗？一步一脚印，啊，一步一脚印，来，兄弟，看到没有？3月份公开预告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全力放空，右肩反弹逃命空。第一阶段，而且预告会经过3段的下杀，结果8800空下来，第一趟400点有很难吗？反弹告诉你，大户筹码转空加8720加码再空，会进行第3段的下杀，这800点有很难吗？2个礼拜前7953跟大家报告7975、7975向上转多，全力向上短多操作，到昨天8345，是不是又要送你快400点了？又快要400点了啊，有没有？那从上礼拜再度回撤8000附近，告诉你8011多。5月19号，很多人说520没有行情，哎，大户筹码预告8011还是多，8034还是多。昨天开盘再度下探8051，再度告诉你8070、8083还是多嘛。一路又大涨了300多点，来，刚才幸运一开始讲，今天为什么又好像盘势弱了？来，导播，昨天大涨，导播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，全国投资者亲眼见证，昨天一早所有大户筹码用户来，光看昨天一早就好了，昨天一早8083就是多，就是多，昨天大涨到8350、8355，昨天8349就是短空，兄弟们。昨天一早请你向上做多，又快要300点，昨天8349短空，来看一下我们昨天尾盘发给全国投资人什么讯息啊？从2个礼拜前有没有7975、8020、8030、8070请你全力向上翻多操作，今天趁大涨8350、8350附近，请你用小台子短空，短空套利操作，反手短空用小台子，对不对？8350附近短空，为什么？8349短空，今天再送你70点呢？啊，一路做多，一路做多300多点，反手短空，哎，又70点啊！来，导播看一下我们的操盘工具，上面照一下法人图，左上上面上面有吗？操盘工具拿出来，点一下法人图有吗？看一下啊，点一下法人图以后，来我们看到。左边这个地方，左边这一栏就是法人力道，法人力道很重要，给你的是明确的方向。那右边就是每天大户筹码帮你掌握到重要的盘中的关键价，盘中关键价，这才是你赚钱的制胜的工具。先看左边，啊，上礼拜导播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来，导播上面日期有没有看到？往上，日期往上，是不是5月19？有没有520前一天？好，导播往下走，5月19号大盘是跳空跌，哦，跳空大跌，跌到8006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法人力道只有一个箭头向上翻多？5月19号，全国投资人跳空拉回，只有一个箭头向上翻多。再来看一下昨天一开盘是不是再度拉回，再度回撤8050，昨天再度下跌，来，导播往上照一下日期，昨天是不是5月23号？是不是一早5月23号一早9点多？来，导播往下照，昨天再度下跌，是不是只有一个讯号，箭头向上买多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导播拉远一点，从上个礼拜19号再度回跌8000附近，只有一个法人力道箭头向上，请你做多。
昨天再度开低，再度箭头向上，来到吗？邱总，你告诉我，你的软体呢？啊，每天箭头五六个，上礼拜回跌到8006，只有一个箭头向上。昨天开盘再度下探，再度下杀，只有一个箭头向上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所以你今天有大户筹码的工具。那上礼拜19号下杀，来导播看一下这里。所以右边我们的当日筹，有没有看到？上礼拜下杀801是不是多？就是多，8034还是多。昨天早盘再度开低，有没有？在8080附近还是多，全国投资没有？结果呢？一口气300多点送给你。昨天大涨之后，亲眼见证一下。昨天大涨，我们的当日冲，我们的大户筹码告诉你，8349出现了怎么样？短线的空点，有没有？左右一起照，是不是反而力道转空了？好，导播，左边左右一起照，有没有看到？上礼拜大跌8301，就是多，反而力道多，出现801的买讯，赶快买。昨天再度开低，有没有？8080附近再度法人力道再度转多，告诉你大户在做多，一口气嘎到8350，这就300多点。昨天大涨之后，8350附近就是一个短空的讯号。今天我们跌，是不是跌70多点？啊，导播，昨天大涨之后，大户筹码只有一个8349的空。来，全国投资者看一下，你今天有大户筹码这样的操盘工具，导播，从上礼拜801多。8034多，昨天8080开盘还是多，一直到了昨天大涨之后8349才是空。你告诉我，这300多点你会赚不到吗？这300多点你会放空被嘎吗？不可能的事嘛！这么清清楚楚的操盘工具你不使用，每天那边自己幻想，每天的多空关键价，小多小空，你永远掌握不到大的行情啊。那再看我们的操盘工具，对不对？不仅现在电脑，甚至行动装置、手机、平板电脑很方便，可以很容易的下载。来，兄弟们，光看从上个礼拜、上上礼拜有没有？导播拉近一点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大跌到破8000，有没有？告诉你7976是不是翻多？7976翻多，第二天有没有？7976翻多，马上大涨100多点，马上大涨100多点，啊！然后第二天再度短空回跌，有没有？7976翻多，马上先送你100多点。8078短空再度回跌到8020，有没有？好，来看一下，这几号？5月17号一开盘8030做多，5月17号，对不对？8030做多还跌到8020，买完以后又送你100多点，因为涨到多少？涨到多少？又嘎到8152。拉回8030做多，8:54，再送你150点，这就100点，这150点，上礼拜两趟的多单，这已经200多点了，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是把真正操作的讯息，有时间有内容，这中华电信的，谁能涂改？我们都公开给你看了，你的老师敢吗？18号再度跳空大跌，美国重挫，来，5月18号一开盘9:35。大户筹码8028转多拉回8030还是做多，5月18有没有？5月19一开盘再告诉你8011转多，8020四架加码再买多，行吗？5月20号再度告诉你支撑8030还是多，昨天一开盘5月23号一早9:03有没有支撑80508070拉回再度做多，昨天到了9:20还拉回8051啊，通通穿价，通通穿价，通通穿价成交啊，兄弟们，从上礼拜的导播8030附近，昨天一早再度翻多，尾盘啊，是不是来到多少？来，导播拉近一点，昨天尾盘是涨到多少？8355啊，兄弟们，这多少点啊？啊，从上礼拜的8000附近一路做多到昨天300多点，来。最精彩的，昨天刚给你看了5月23号一早9:03，有没有8050、8070做多？你的老师呢？一路放空。昨天多少老师一路放空？昨天我们一早8050、8070拉回做多9:03，但是到了1点钟，有没有看到？1点钟有没有？大户筹码从7975、8020、8030、8070，但你一路做多，
今天趁大涨8350附近反手利用小台子短空操作，昨天1:02啊，全部都没有，从8000、8030、8070、50一路做多，昨天来到8350附近反手短空，这才是操作啊。昨天一路做多，从上礼拜8010、8030、8050、70一路做多，昨天到了尾盘8350附近反手短空，反手短空，今天又70多点。今天全中华民国哪一个老师敢把操作的讯息给你看？每天只敢给你预告，啊，明天关键价啊，每天盘中怎么做的？不敢，不能见人。为什么？每天在那边小多小空，每天扯东扯西，那是操作吗？啊，好，那也不管了。我们最关心的投资朋友，你一定要跟着好好的把握，好不好？那我讲过，掌握倍数的获利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要了解关键转折，重压出手。你跟着大户筹码，从3月份8800，请你重压放空400多点；4月份8700，全力加码再空将近800点，这已经是3倍的行情。前上礼拜破8000，反手翻多，到昨天又快要400点了，是不是又快要400点了？是不是第4个400点了？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讲过。这是第四波的反弹，第四波反弹一旦结束之后，大盘还会有一个第五波向下末跌段的修正。那第五波往往行情也绝对有好几百点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能讲太明。那第四波的反弹，好不好？你错过8800放空400点，错过4月份8700放空800点，错过7975反手翻多又快要400点了，好不好？那好好珍惜把握下一趟的400点，第五波400点的重压出手，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，机会随时即将出现，一旦出现，我们在第一时间要带着我们全国啊有志之徒，对吧？全国相信我们，跟紧我们，手续办好，第一时间全力重压出手，再掌握下一个400点行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操盘工具不仅电脑、手机啊、平板电脑、行动装置都可以很轻易的下载安装，要如何使用？有兴趣的都欢迎跟我们做一个洽询。先休息，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专业、诚信、负责，致富专线02-2392-3988。有了悠悠药膏，大家都是好角色哦，悠悠。男のブラック、ブラック無糖 UCC。有了悠悠药膏，大家都是好角色哦，悠悠。世界八大奇迹降临台湾，全球破亿人次疯狂朝圣。故宫博物院磅礴巨献，秦俑、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。见证千古传奇，10亿点亮艺术新生。选择信用卡、信用贷款，春娇懂得用 money101.com.tw 帮他做比较。只是当年选老公就，免费比较信用卡，立即上 money101.com.tw 多比较，错不了。生活中的三高饮食无所不在。统一健康3D 血脂血糖双认证，你的健康支柱。以不凡远见淬炼领袖格局，追求完美，永不妥协。奥迪 A8 领袖首选，眼界胜出。进化科技定义未来。相同的价格，你会怎么选择？
同样的价格，当然选择更快更好的远传 4.5G 超级三频，频宽更大，速度更快，一样的月租当然选远传 4.5G， 只有远传实在划算。远传全新推出 4.5G 超级速方案，三频手机现折2600。要操作就是要用正确的工具，但是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工具呢？好，要有正确的方法，正确的工具，掌握四百点，重压出手，有没有？三月份8800，全力放空，第一趟400点，有没有？反弹8700再空，又是两个400点，破8000，告诉你向上反弹，有没有？7975翻多反弹，然后这个801上礼拜还是多，对吧？8020市价再多，昨天一开盘8050、8070，一开盘9:30还是多，昨天再送你又快要400点。昨天大涨之后8349短空，短空有没有？昨天1点钟8350附近反手短空，今天再送你70点。好，再来股票，我们三月份请大家手中持股全数卖出啊！全国投资人，你是张老师的会员，今天宏达电你会套牢吗？今天你 FIET 会受伤吗？今天你汇赚客会受伤吗？股票三月份卖光光啊！四月底开始告诉你，生技大反攻，可以进场抢多生技股，321涨到500，昊鼎、中裕从165涨到245，再来跟大家报告可成，可以反手翻多又大涨，再来太阳能的郁金，今天有没有持续大涨？好不好？所有错过前面四个400点的行情，好好的把握下一个400俱乐部，如何再度重压出手？尤其有大资金部位的，你千万不要再次放过400点机会。大资金部位的，欢迎跟我们做个查询。